自从2011开始追权力的游戏第一季开始，这部剧保持着美剧已有的姿态，一年一季从不间断，技术不多，但每集都短小精悍，最长的第七季我们也就只等待了15个月，而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将会在2019年4月回归。这听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按照以往的传统，这部剧都是在4月开播6月结束，只不过这次是比以往几季晚了一年，这意味着第七季到第八季会是影迷等待最久的一次。此剧从开播至今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影集，去年播出的第七季即使有盗版泄露与骇客威胁的情况下，依然创下开播以来最高的收视率佳绩，相信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第八季的到来。2018注定很漫长，我们先来看看官方透露露出的几张第八季海报。而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将真切展开点题大战冰与火的对决。据外国媒体报道， HBO 正式宣布台柱剧集权力的游戏将于第八季后完结，也就意味着这部神剧即将完结。小编顿时希望这一天来得慢一点，怎么回事？但第八季公开剧集数目仅有6集，就算它一集有一个小时，才6个小时的总时长，怎么能够将这么宏大的世界布局给完结呢？只希望不要烂尾，但是为了保证不烂尾并且精彩的剧情，怕是有很多一直陪伴我们的角色都要默默苟待了。毕竟异鬼和人类的大战一定十分邪恶，本来就如同不存在的异鬼在第七季末尾还喜提冰龙一只，巴加巴真的不要太能打啊。很多人猜测以龙妈的尿性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去尝试感化冰龙，可是到底剧情该怎么发展还是要到2019年4月我们才能知道的真切。 Winter is coming.